好，第一轮来了，首先请王总代表队先来，我们先啊，对，好好好，我一定可以的。来，请注意，请说出三个，我先啊，可以变化大小的物品。开始，金，金，箍棒，箍棒，哦棒，一个，海参，海参，漂亮，两个，海参，河豚，正确。海参嘛，见上水了，哇就起来。河豚嘛，金箍棒嘛。哎，你们仨真的很可爱。泡泡糖，你们想问你们海豚不是河豚海参，河豚海参。哇，这真的是。对，好，来，请注意，杨总代表队，请注意，谁先来？谁想到谁先来？请说出三个杨颖穿过的裙子类型。开始。宫。宫主裙一个。套。袖裙。哎，袖。问你穿什么裙子？哎，你就说裙就好了。不是啊，问你穿什么裙子，你能说出一个袖来？哎，这俩地儿差太远了吧？哎，吴一哥，你就说裙子好了。连说三个裙子有这么难？你能说一袖来？你在想什么？不是，泡泡袖是一种东西的。泡泡裙啊，穿的裙子。你基本上你这个位置都应该回答裙。对不起，泡泡袖。我本来想说泡泡袖吧，它也算是某一个裙子的其中一部分的设计。对，我准备想混一下给你们过的，结果没想到我们今天导演组非常严格啊，非常严格，对，非常严格啊，果断。哎呀，机会来了，朋友们！机会来了！别送！大勋，你们这队的题容易到简直就是想把那个奖金包送到你们的手上，真的。来，请说出三个魏大勋在演艺圈内的东北三省老乡。开始。五。泽林。江西了解一下。我虽然是有东北口音，但是我来自江西。你干嘛呀？谁俩的？我是不是卧底啊？我为什么是东北的？李雪琴了解一下。不是他这样的。五。我太想赢了。哎，朋友们，万万没有想到，激烈的竞争了半圈，只有一队拿了一分，还是靠河豚拿的分。加油，稳住，再得一分基本上就稳。完了，我对，开始。好，来喽，加油，这把一定赢，好不好？这把一定赢。好，来喽，还是你第一个啊。开始进入难度了，难度了啊，请说出三个带有季节名的影视剧的名字。哇，这个有点难。有季节的，春夏秋冬。风吹
吹半夏，半夏，风吹半夏，是的，继续啊，还有两个，不用看我，你才答对一个，要说三个。季节的是吧？对。哎呦，还拖延时间呢。别聊天，别聊天，来，就说夏天吧，来啊，夏天，什么？啥？夏天？夏日。夏天干啥？夏天，嗯，夏天有这句啊？夏天肯定有这个句。有，夏天有这句啊？你们没看过吗？人家叫夏花。不，有一个叫夏天的句，你们搜一下。你们搜一下有没有夏天这个句？我们导演组现在正在确认。有，好，真的有，还差一个，快，还有个夏花是吧？还差一个，还差一个夏花。你果断一点啊！我没说错吧？你又犹豫了，犹豫了，犹豫了。不要就想说又不敢说，咋怂着是怂着呢？有一部新剧推荐你们看一下，《傻子也有春天》。真有啊！刚刚看到的。好，特别明显，杨总的拔刀相助。好，明显杨总啊。对，杨总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谢谢，谢谢。礼尚往来，礼尚往来。杨总代表队来了，请说出三个带有城市名的影视剧。开始。北京女子图鉴，女子图鉴，上海女子图鉴，上海女子图鉴，两个，还差一个，还什么？还什么？北京爱情故事。哇哦，太强了，他们非常默契。对，完了，到你们了，来，请听题。哇，太难了这个。请说出三个四个字的影视角色名。东方青苍，一个东方不败，两个西门吹雪。太感人了，他们这种莫名的兄弟情，感觉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那种感觉。越来越难了，越来越难，最后一轮的三道题越来越难了。来吧，李轩啊，底下开麦交流，底下开麦交流，开麦交流，怎么？底下开麦交流，底下开麦交流，开麦交流。什么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来啊，来来来来来。看他们仨凑到一起，加起来共一个脑子，真的。加起来共一个脑子，真的。明明是你来我往，感觉他们在玩共享大脑。对。挺好，挺好。请说出三个字的《西游记》里的。《西游记》里的妖怪名，白骨精。妖怪名，白骨精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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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人说一个字的方式。白骨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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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正共享大脑啊，一个人就说完了，确实是共享大脑。送分题啊，真的是送分题啊，这是送分题，这绝对送分题啊。这叫什么？年轻气盛啊。白骨精。懊恼，懊恼了，懊恼大王，一叫大王，懊恼了。你咋蹦了三个字出来啊？你咋不一下蹦出三个字的妖怪名？你一人答了得了。这叫
二傻和他的一个傻弟弟。我怎么回事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就是那个提示惯了，不是开始了吗？你提示惯了，你知道吗？你金孤望风吹半夏，对吧？风吹半夏是不是他提的？他这次拿麦了。开始之前我还特意叮嘱了我说把麦放下去，私下开麦，下面开麦交流。小丁拿起来的也快。白骨精，白骨精，就是，这就一个道理，有时候别跟傻子一块玩。代表队，好，杨总代表队，来，这题也有难度，看你们的想法了。请说出三个字的可以发出声音的物品。嗯。三二一，开始。洗。一。鸡，一个扫地鸡，两个鹿音鸡，三个扫地鸡有声吗？恭喜拿分。我好轻松啊。恭喜拿分。恭喜。我要打平了。好，恭喜拿分。怎么办呢？你搞不好有加赛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王总队和杨总队打平了，下面我们加一题，加一题，加一题来了啊！咱们都 peace 好吧？请坐在第一排的两位手拉手，要抢答。你们俩加油啊！抢答题啊！我说三二一，请抢答之后先抢，这队就答。如果这队没有答对，下一队就可以捡漏了。我们能捡吗？我们能捡吗？你们，你们想要选哪个号码啊，大哥？可以选择要什么惩罚了？一二三四五六，想好了，我们先捡漏。大哥今天怎么这么卑微呢？我们能玩吗？能带我一个吗？大哥都快比完了，就我能换队吗？我能跳槽吗？大哥后悔了吧？好，来准备。你好了，我的口令会是三二一抢。来，三二一抢。一呛，一呛，里面看，里面看，蹭到了。我看到是给他们吧，王总。你们看到是谁？我看到是我。你看到是你，我们眼里只有我们。好，这题给你们吧，你们先答。依然是一人一个字来答啊。好，一人一个字来答，请说出三个扮演过孙悟空的三字演员的名字。开始。张伟健、周星驰、周星驰。一个张魏魏魏三剑，两个一，时间到。好，到这边了，来准备。开始。好，来到这边了，来准备。另一队开始。开始。周、星、驰、彭、宇、燕。完了。悟空传。陈柏霖。嗯。回答秋千，回答秋千。每轮游戏全员戴上耳机，队长负责描述，三个人是猜题，其中两位是本队的队员，另一位是对方队的队长。两轮比拼结束之后，答题更多的队伍获胜。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评每一天小青柠口味小白乳，清爽无负担的开始比拼吧。不好意思，第一个环节就是由我来冠名的，沉默的呐喊。这个很尴尬，因为我很想让我们队赢，但是我跟娜娜的默契又不是盖的，真的怎么办？所以这个就是，哎，所以这个就是个送分题啊。
问题是娜娜，你们对比的时候，我也在旁边听啊，对，互相送啊，看谁把谁送走啊。我今天就准备把你们好六团送走，把你们好六团送走。我们已经想好了，我们守住。我把那个咖啡店排下来啊，好不好？已经开始挑店了，老地方，哎，老地方不错，老地方。行，姐给你了，好吧？姐给你了。那个迪达快递就算了，这个给你。把迪达快递也留在这儿吧。这个地方我有的时候都找不到我的店。那个是我们搭配的，一个本儿。来吧。首先第一轮要有请的是我们的何老师、秦霄贤、王鹤棣和娜姐。娜姐，你刚刚说的那两家店就是他们三个人的。不是，他们俩刚刚嘎嘎那儿放狠话，原来还有我们俩的事儿呢。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是过来看玩的，我们一直以为过来看戏的。嘿 man 王鹤棣、yeah. 我就在这里玩游戏。嘿、hey, 我看你们不咋地。嘿、hey, 我看你们不咋地。弟弟店要守住啊。啊，好，我们第一轮沉默中的呐喊开始。三个字一个房子，一个发型，开始了吗？向往的生活，一个网上称呼，向往的生活，向往的生活的房子。哇！为什么江知道？娜姐正确。三个字。年纪大了。看远，舒服。看近看不见，老花眼看不见。老秦正确，啥呀？老花眼啊，老花眼。四个字。娜娜她，娜姐大的帽子。娜娜她大的帽子。娜娜她喜欢吃的那个火锅美女。正确。哇，这个怎么玩啊？为什么现在不知道？还能弄五个字，节目，向往的生活。你好，星期六。变脸，杨迪，我娜娜，百变大咖秀，正确。五个字，只有栀子花开能赢的歌，娜娜的歌。啊？只有栀子花开能赢的歌。菠萝破壁。那个绳子还拦得住大姐吗？快跨出来。三个字。没来的弟弟考试呢。三个字。人。丁程鑫。老秦更快。2个字，我不吃。张哥，香菜。娜姐正确。什么？好可怕，怎么回事？不好意思，第一个环节就是由我来冠名的。2个字。我特别喜欢的歌。刘若英，唱了就哭。后来。娜姐正确。哇，完了。那有人管一下娜姐吗？那是太可爱了。2个字。啥？我。哎。舞台上这出事了。有人管一下娜姐吗？娜姐是不是加入我们队了？把坏事儿变好事儿，坏事儿变好事儿。救场、哦！好有默契哦，我觉得他们。啊。五个字。我和娜娜的节目，还有易烊千玺。有人管一下娜姐吗？井柏然。朋友请听好。对了。几位，能不能过去？这位女士，你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？在这儿。倒一地了，这位女士。发生什么了？
向往的生活的方向。火锅窝，正确。火锅美女，正确。菠萝菠萝蜜，正确。把你们好六团送走。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题已经答完了，答完了，可以摘下来了。太厉害了，可怕啊！我不知道，太可怕了，是不是？第一个是什么？蘑菇屋，蘑菇屋，向往的生活的房子。我的天，一个字听不见啊！但是你答对了好多呀，我觉得。我答对了一个。娜姐，你的耳机里有歌吗？很吵哎。耳机里有人给你念答案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娜姐一直这样。哦，里面有人念答案。好，接下来请我们的娜姐和何老师互换位置，然后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乘风队的贾静雯和 Amber。天哪 ，My God！ 我们两个，我中文不好怎么办？没事，中文好可能也猜不过何老师，没事。我觉得猜不过何老师，他跟娜姐的默契太夸张了，他跟娜姐的默契太夸张了。把我话筒声音大声一点。嚣张。帮我话筒声音大声一点。姐姐们是听不得音乐是吗？哎呀，把何老师逼得也得跳。何老师，何老师，啊啊，咱也别硬融。打不了就融入，打不过就融入。好，看看这一次我们何老师能不能答出更多的题目了。来，请准备，第二轮《沉默中的呐喊》开始。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三个人。第啊，坐这个车啊！下到大叫啊，坐这个。蔡少芬，正确。蔡少芬。哦，两个字，两个字。我一公跳的舞。你要打我的脸，你要打我的脸，一公跳的舞，龙拳，哦，你答对了，哦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我现在练出了盔甲，马甲线，哇，这个何老师表情，杀红了眼，五个字，五个字，这个节目在这里，这个节目。这个节目你好星期六，星期六，这也太吓人了吧，杀红了眼啊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我这个你的脸尴尬僵，尴尬僵啊，这个是什么，尴尬僵，这个是什么，这个是什么，表情管理，表情管理，答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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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了，啊，哦，啊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我，你，蔡少芬，蔡少芬，你看 ，ella，ella 去了，不，叭叭叭叭，大喇叭，正确，大喇叭，正确，他们就是很吵，大喇叭说他们 ，ella 去。SG 啊，跳的舞，叮当当，正确，叮当叮当，叮叮当当，叮当叮当，叮当叮当。哦，啊，四个字，四个字。等等等等等等等，四个字。四个字。火。第四个字是火，火，屋顶着火，屋顶的什么火啊，屋顶的像什么火啊，你好厉害啊，三个字，三个字啊，我们陈啊，我们陈锋的见证人，见证人，电视台芒果 TV， 电视台芒果 TV，见证人黄晓明，太强了。哦，我们跳舞会有两个字，两个字，跳舞会有一个，跳舞会有一个机器对着你跳舞，一个机器对着你跳舞，
直拍，直拍，喷，正确，太吓人了。Oh my god！ 结束了，几个字？结束 ，OK 了 ，OK 了。哎呀，何老师、娜姐，这个游戏何必让大家玩呢？我觉得就你们秀一下就可以了。而且我觉得看回放，何老师跟娜姐跟猜题的表情是一模。何老师、娜姐有几下比划，甚至只对着何老师比划了一句。Sorry， 我太投入了。这是什么回事哦？都是你猜对啊，何老师。天哪！他嘴型好清楚。我们有对的吗？我们节目见证人，对不对？见证人。这个节目五个字。见证人什么意思？见证人什么意思？就是。见证没有耳机都猜不出来。黄晓明啊，完成啊，小明哥，明哥。还有直拍。直拍一个机器、跳舞。那你上面那个火是什么？就是屋顶着火。刚刚易云应该不戴耳机的，没关系。你们两个怎么那么有默契啊？他的嘴型好清楚，太夸张了。这么说吧，腹语他都能猜出来。他们猜了叮当叮当，叮当叮当是对的吧？我们答对了几个？何老师和娜姐，也就是我们的好六队和乘风队，各答对了十题，平分呐，平局。哇！我们还老说自己什么职业队，拔拔的在这干嘛呀？来，上三二一，看这边。